友们，主里平安，欢迎大家跟我一同的来晨修。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课题是主是我的力量，让我们一同翻开诗篇28篇第7到第8节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诗篇28篇呢，是大卫呼求耶和华帮助的一篇诗篇。在大卫呼求耶和华之后呢，他就进入了感恩，他宣告耶和华不但是他个人的力量，而且耶和华也是他百姓的力量，更是君王的保障。当诗人经历了神的拯救，他的呼求就化为感恩和赞美，并且他对神呢有更深的认识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我们要常常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并且呢我们也要学习常常为着我们的国家，我们教会的肢体来代祷，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应当有的一种态度。因为诗人知道神必毁坏恶人，恶人就无法再来攻击他了。今天神也在对你对我说，凡攻击我们的权势，无论是疾病还是谣言，无论是恶意的重伤或毁谤，今天神都要亲自为我们来对付这一些的权势，他们必不能够像从前一样对我们张牙舞爪的。神要听我们的呼求，恶人的权势必全然的倾倒，全然的败坏。让我们来感谢赞美他，所以让我们借着主是我的力量，一同的来敬拜他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学习的帮助，众山正要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信靠，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众山正要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信靠，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哈利路亚，主是我的力量，好美的一首诗歌，盼望你得着帮助。这时候我们一同的来祷告。慈悲仁慈的神，我们谢谢你爱我们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就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更是我们的依靠，帮助我们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我们如此交托仰望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鼓励大家继续用时间来默想诗篇28篇，让你得着益处，得建立。我们下次再见。